设备及材料在现场应尽量摆放在专门的场地，场地应具备防水、防尘、防晒等条件，且做好安全措施，如上锁或专人看管，以防止被盗或人为破坏。设备应按外包装标识堆放，室内机的堆放层数不可超过设备外包装上的标识要求，以防下层设备受损，禁止踩踏。各类材料应按类别、规格分别摆放，做好标识，方便管理及后期领用。冷媒管应做好封口，以防灰尘和水分进入，导致后期清洁难度加大。冷媒管禁止直接堆放在地面，应防止碰撞受损。保温材料应做好保护措施，确保内外表面干净清洁。电器盒与墙的距离大于300毫米，确保电器盒维修空间。另一侧与墙距离大于150毫米。二，室内机不能与墙直接接触，以防止室内机与墙发生共振，产生噪音。室内机开箱时，应根据装箱清单核对物料是否齐全。室内机内部充有一定压力的气体，用螺丝刀按住室内机接管的顶针处，感觉是否有气体排出。若有气体排出，则表示室内机无内漏；若无气体排出，则表示室内机可能存在内漏的情况，应重新对该内机进行保压实验，确认机组无内漏后再进行安装。若要松动螺母，务必同时使用两把扳手操作，防止铜管扭曲变形，严禁使用一把扳手操作。室内机和室外机接铜管时，也应按此要求操作。接通室内机电源，测试风机是否运转正常，有无异响。同时根据设计图纸对机器进行编号拨码。在室内机吊装前，先将室内机封口帆布软接制作好。帆布软接的制作应使用拉某枪、某钉、白铁皮压条、手枪钻、帆布软接。制作时要保证帆布软接平整，帆布软接长度应该在20到30厘米，中间闭合处应缝合严密，且不能做弯头变径，同时还应考虑帆布软接凝露、防火等情况。机组应准确定位固定，避免因定位不准确导致吊杆斜拉等情况。根据施工图纸确定吊杆打孔位置。吊装丝杆不小于直径10毫米，且要求保持与天花板垂直。机组固定平整后，用水平仪检测，如不水平，应当适当调整。室内机必须水平安装，以利于冷凝水的排放。
室内机需留有足够的送回风的空间，以及足够的维修保养空间。吊装室内机后，应及时对机组进行全方位包裹保护，用胶带粘好。吊顶装修应在接管处预留400×400毫米以上的检修口。支架的安装步骤如下：打孔、上螺栓、安装支架、用扳手紧固。根据设计图纸及现场情况确定冷媒管、排水管的走向和定位，如设计图纸与现场差异较大时，应及时与设计员进行沟通确认。安装冷媒管、排水管前应先安装支架，冷媒管、排水管的支架间隔要统一美观。冷媒管的支架间隔应1.2到1.5米每个，冷媒管与室内接连接300到500毫米处应固定冷媒管，转弯300毫米处应固定。排水管的固定间距为0.8到1米每个，排水管的转弯300毫米处应固定。排水管与室内接连接300到500毫米处应固定。在满足以上规范的同时，为了安装便捷及美观，建议支架按1米的间隔安装。
冷媒管固定方法如下：一、用10厘米左右的 PVC 管套入已做好保温的铜管上；二、再用固定卡将铜管固定住，用封批拧紧。分歧管的配管方法如下：按图纸设计要求管径选择分歧管，配管依次插入分歧管帐口内，插入长度应按规范操作。分歧管安装要求水平安装，分歧管前后应大于500毫米的直管才转弯，分歧管与分歧管之间应大于500毫米的直管，分歧管的两个分支应水平放置，其倾斜度不能超过15度。铜管穿好保温棉后即可进行焊接，冲弹保护焊接是保证铜管倾斜的重要环节，在焊接过程中必须在铜管内充入氮气，这样可以排进铜管内的空气，从而避免焊接时铜管内壁产生氧化皮。在机组运行时，氧化皮进入电子膨胀阀导致故障，冲弹压力为 0.05 正负 0.01 兆帕，压力过高会影响焊接质量，压力过低会影响保护效果。焊接时要保证氮气通过，用手感觉有轻微氮气吹出即可。在整个管路焊接完成，连接电子膨胀阀和室内机之前，应该用高压氮气对管路系统进行吹扫，以保证铜管内清洁。焊接时一定要用湿毛巾对电子膨胀阀进行冷却保护，否则会造成损坏。吹扫步骤为：先将其他所有管道用堵头封口，用一块白棉布将离吹扫点最近的管口堵住，开启氮气，逐渐加压，当气流大到可以将棉布吹开，如此反复，直至最后吹出气体无杂质。
24小时后，环境温度为25摄氏度。发现压力在2.73兆帕以上为合格，2.73兆帕以下为不合格。铜管接口处保温。一、确定保温管长度。二、用刀切相应长度的保温管。三、将保温管切开。四、在保温管中间和两端涂好胶水，放置片刻。五、平整地将保温管粘在铜管上，用保温条将封口贴住，再用保温专用胶带粘住。
动态、温度、风挡、扫风等。对应手操器会显示与设置相同的参数，直至全部内机调试完毕。测试各档风量及噪音。业主验收，只要按上述要点规范施工，通常都可以保证冷媒系统稳定高效运行数十年。格力为您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，服务热线4008-365-315，365天，每一天都在关注您的需求。